玉，你想爸爸吗？我想，我特别喜欢我的爸爸，因为我的爸爸，对，他老会跟我玩。你要是爸爸来了，你想跟他说什么？如果你见到爸爸，我一定会哭很多，因为我终于见到爸爸了。就之前住在纽约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就是住院，然后住院的时候一直都做梦，然后梦见我爸爸就是死掉了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看见我爸爸，然后跟我爸爸说我爱他，就是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个。